作为一个传说中的灵魂画手呢，今天来教大家画猫咪。首先画上这个 X 许，然后是胃，然后是周，然后把这个猫咪的身子补上，这是它的耳朵，然后它的尾巴补上，再画一个周，然后给它画一个大大的眼睛，然后它的嘴巴，它的鼻子，最后呢就是它的胡须。这个 X 呢就是它的小领结，前方的名字，它就是一只独一无二的中药。大家看一下，当当当当！如果想得到这只钟喵的话，就快点来完成威士的任务，我将把它作为六一节儿童礼物送给大家。